但以理书第二十八天。每日亲近神，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，昼夜思想，这人便为有福。祝福你，每日亲近神，神赐给智慧、平安和喜乐。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。祝福你，每日亲近神，讨神的喜悦。但以理书十二章四到十三节，起来享受你的福分。但以理啊，你要隐藏这话，封闭这书，直到末时，必有多人来往奔跑，知识就必增长。我但以理观看，见另有两个人站立，一个在河这边，一个在河那边。有一个问那站在河水以上穿细麻衣的说：这奇异的事到几时才应验呢？我听见那站在河水以上穿细麻衣的向天举起左右手，指着活到永远的主起誓说：要到一载、二载、半载，打破圣明权力的时候，这一切事就都应验了。我听见这话却不明白，就说：我主啊，这些事的结局是怎样呢？他说：但以理啊，你只管去，因为这话已经隐藏封闭，直到末时，必有许多人使自己清净洁白，且被熬炼，但恶人仍必行恶，一切恶人都不明白，唯独智慧人能明白。从除掉长线的凡迹，并设立那行毁坏可憎之物的时候，必有一千二百九十日，等到一千三百三十五日的那人便为有福。你且去等候结局，因为你必安歇，到了末期，你必起来享受你的福分。但以理书中充满了许多神奇妙的预言。第四节，神说：直到末时，必有多人来往奔跑，知识就必增长。也就是说，到末时会有许多人关心预言，研究预言，有关预言的认识也会不断地增长。我们从预言更认识神的伟大奇妙，更确信圣经是神所默示的，使得信仰更加坚定。然而这段经文不断提到神的预言是隐藏封闭的，仍然有许多是我们无法明白的。属神的人除了了解预言外，还要预备等候结局。当结局临到，我们是否也能像但以理一样起来享受福分？应该如何预备等候结局呢？这里有两件事十分重要。一，我们当自洁。当我们面对世界罪恶及撒旦各样的熬炼时，我们当保守自己活在神的圣洁中，好像但以理一样。他虽身在外邦，却不沾染污秽，持守敬虔的生命，圣洁的生活。他虽面临信仰的考验与逼迫，信心仍然坚定。弟兄姐妹们，让我们如同但以理一样，能胜过一切的罪恶，胜过一切信仰的考验，保守自己有敬虔的生命与圣洁的生活。如此，神必要对我们说：你必起来享受你的福分。二，我们当作智慧人。第十节告诉我们，我们当作一个明白神心意的智慧人。以弗所书第五章十五至十七节，保罗也劝勉我们要谨慎行事，不要像愚昧人，当像智慧人，要爱惜光阴，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。
不要做糊涂人，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。今天是一个邪恶的时代，人何等容易浪费生命地度日，因此我们当明白神在我们身上的旨意，活在神的旨意中，这才是一个智慧人，正如但以理一样。我们从但以理书中看见，他的一生真的是活在神的旨意中，为神打美好的仗，因此有永恒的福分等候他来享受。但愿我们也明白神的旨意，并且活在神的旨意中，以致当结局来到时，我们可以起来享受福分。主啊，愿你保守我清净洁白，明白你的旨意，活在你的旨意中，好让我能像但以理一样，将来可以起来享受永生的福分。导读神的话，诗篇第111篇十节：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，凡遵行他命令的是聪明人。耶和华是永远当赞美的。阿们。主，我敬畏你。主，我敬畏你。主啊，因为你说敬畏你的人就是智慧的开端。哦，凡遵行你命令的就是聪明人。主啊，我的生命哦，每一时刻都要来尊荣你的名，都要来成为那个智慧人。哈利路亚。是的，主啊，我生命当中的每一个时刻我都要来敬畏你耶和华，因为敬畏你我就有从你而来的智慧。谢谢。哦，主啊，帮助我的生命是有智慧的，每一天我都要活出你的心意来，遵行你命令的也是聪明人。Amen。 赞美你。是的，主，遵行你命令的是聪明人。yeah。主耶稣，我要敬畏你。主耶稣，因为在智慧的开端之前来的是敬畏。主耶稣，我敬畏你。主耶稣，因为你是当可畏的。阿们。主啊，求主你帮助我，让我学习谦卑服伏在你面前。是。主耶稣，唯愿你将你的智慧赐给我。主耶稣，当我认识你的时候，主耶稣，我就开始认识智慧。主耶稣，求主你让我学习顺服，顺服在你的命令之下。因为顺服你命令，遵行你命令的是聪明人。主耶稣，你是配得永远赞美的。主，你是配得永远赞美的。主啊，你也配得永远敬拜爱戴的。主啊，因为我们要来敬畏你的名。主，你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。主啊，我们要来遵行你的旨意，哦，成为那个聪明人。主啊，我们也承认所有的聪明都是从你而来，所以我们要降服在你的面前。是的，主啊，所有的智慧和聪明都是从你而来的。但愿我是一个愿意降服在你面前的人。我也要向你说，耶和华是永远当赞美的，是应当称颂的。哦，愿我每一天我的口我的心就是单单的来敬拜称颂你的名。 Amen。 主，是的，愿我的口我的心能够天天的来称颂赞美你的名。 Amen。 主耶稣，因为你是当配称颂，当得敬拜。yes。 当得赞美的。 Amen。 主耶稣，我们感谢你，帮助我们学习敬畏你，帮助我们成为那智慧聪明人。感谢天父，这是我们的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。阿们。耶和华，你的话安定在天，直到永远。愿神祝福我们。